蔡英文总统，还有我们的赖清德副总统，还有非常多重量级的贵宾，包括我们的基隆市长林佑昌，还有我们的嘉义县长翁正良，以及我们的知名主持人郑鸿仪，今天都会一起来力挺我们的郑运鹏。我们11月26号一起挺郑运鹏，好不好？而且不只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来到现场，在网络上也有许许多多的网友也参与了今天晚上我们的盛会，所以要拜托大家，我们现场都有很多的摄影机，如果你看到摄影机在拍你的时候，我们大手比出三，我们要票投3号郑运鹏，桃园进步不回头。除了我们现场许多的是日本的电音舞曲《极乐净土》，下一首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动漫歌曲《千本樱》，送给大家。
现场的乡民朋友，今天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是《灌篮高手》的《直到世界尽头》，送给桃园，送给郑云鹏，希望桃园成为世界之王。会唱的朋友，副歌等一下可以一起唱。Get a shot in the night.
OK， 紧接着第二首歌就是我们今天的桃园大计划的主题曲，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我没有听到，准备好了没？咱两位主持人，主音甲定语啊，今仔日咱所分通园的乡亲是大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好。今仔日嘛是家人下晡的时阵，有一场周末的黄金周的造势大会，我家人一结束马上赶来投。
你这次县市长的选举，基隆、桃园、新竹，拢是过去我甲文灿甲之间，阮伫2014年受到大家的支持甲听候，当选市长。伫2018年寒流来的时阵，阮三个人冻掉的，所以我们能够把基隆、桃园、新竹的执政把它固住，把它守好。这次真多咱的支持者、干部、乡亲问我讲，为什么你做啊这么好？但是这次选举为什么这么辛苦？我今仔日下晡嘛，来坐坐会给人乡亲讲，就是因为咱的对手。就是过去六家人、六桃园把它搞烂、搞垮，这个复辟的力量花了很大的资源、很大的力气，想要重新回来执政。绿色执政、品质保证，我甲文灿拢这么打拼，从家人为疫情调查过的城市，现在变来前半班。桃园市，你这八年的时间。文灿执政，虽然桃园的资源比不上台北市，比不上新北市，但是咱桃园，你这八年的时间内底，咱是六都内底表现了上好的城市啦，大家对不对？大家对不对？文灿，甲我同款，这次选举，阮拢拼落啊！文灿一天的行程几十个，主选举到即马开过超过1000场的这个提名会，的这个说明会。六场即马有一个外号叫做“人肉扫地机”。阮即马，我每一天拢带着咱基隆市的市长候选人蔡思印，我手力牵的，我麦骨夹着。市长亲身也卖过，规身躯当高高。为什么我较笨？就是因为咱非常烦恼啊，真烦恼，讲人怎哩爱复辟的力量，要转来要接受这个政府。安尼我较笨，产生八年的时间。年的任务，8年的努力跟辛苦，我就白费了。所以我给那里，所以我给那里，我相信在你旁边，就是因为我们要守护基隆，我们也要守护桃园，大家讲对不对？咱桃园啊，顾掉，因为这几年来，文灿做市长，中央咱民进党执政，我们在桃园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个建设，我们桃园在最近这几年进步最多，所以修好桃园，就是修好咱执政的成绩。这次，咱文灿，咱这个运鹏。手牵做伙，我想因两个人的力量，有着咱大家来支持，咱伫11月26号一定可以顺利接棒，延续桃园市的光荣。大家说好不好？这一次北北基桃有一个很重要的政见，我一定要讲给大家听。这是我甲文灿思思念念想要做，但是在我们的任内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1200首都通，双北在谈1280的这个首都通的时候，的双北通的时候，无伫找桃园，嘛无伫找阮家人，因都家己要家己的。这一次，我们包括文灿，包括我，然后我们陈时中部长、林佳龙部长，还有运鹏跟智应，
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希望北北基桃就是一个一千万的一个生活圈，一千万的首都。所以过去我跟文灿一直在讲，怎么样能够把基隆跟桃园纳进这个首都通里面。那这一次终于四个城市大家一起提出共同的一个政见。我们桃园有非常多的通勤族，每天都在台北新北在上班，来来回回交通通勤花很多的通勤的费用。这一次在中央全力的支持之下，如果我们运鹏可以当选，我们适应可以当选，陈时中部长可以当选，嘉龙可以当选，我们就可以来推动1200首都通，让桃园的所有通勤族大家的交通通勤的负担把它减轻了，大家这么好不好？运鹏我跟他认识很久，又长是60年住，我是43岁，43岁担任基隆市长，这样已经8年了。运鹏小我2岁，他已经历任了3任的立法委员，他已经非常的成熟，他已经非常的有城市治理的能力，能够来接棒我们的文灿，来继续推动我们桃园的建设。我拜党打开报告，市政不是那么容易掌握，如果你在过去的6年8年的时间里面没有跟文灿一起合作，一起推动桃园的一个政策，你说雄雄现在要来接桃园，我跟你说没那么厉害，我跟你说没那么厉害，市场没那么好做，他一定要摸索很长的一段时间。桃园没有时间在等待，桃园也一刻都不能停止前进。所以桃园人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票投我们的郑运鹏，来延续我们郑文灿的光荣，大家说好不好？大家说好不好？好。我今天看到这个场面，我觉得我的心安了一半，但我还有另外一半的心还在担忧，担忧这最后的5天我们能不能把过去支持郑文灿的选票把它吹出来，我们能不能把过去支持蔡英文总统的票把它吹出来，这个是最后我们桃园能不能守得住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我最后在这边要拜托我们在座所有的乡亲，最后的5天我不求多，我们也不用多，我们在场的每一位都帮郑运鹏再多拉一票，大家说好不好？大家说好不好？好。多拉一票不困难，拉一票拜托大家。那当然最后我们基隆我们的蔡适应也需要大家的帮忙。我2014年能够当选市长，我知道在座我们很多桃园的乡亲都帮我打过电话，所以这一次也要拜托大家，如果在基隆有亲戚朋友的话，也拜托你们帮蔡适应打一通电话，帮蔡适应拉票。桃园要顾住，基隆也要顾住，台湾就可以顾住。感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代表的就是民进党执政，绿色执政，品质保证，家人变得较足水，家人的交通得到改善，家人足多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因为林佑昌的执政，一切拢无相像，所以进步袂当回头，桃园嘛相像，要来支持郑运鹏。各位，帅这位要甲各位介绍，伊。
伫电视顶头，伊会当卖插台湾的代志，伊会当过到足快乐。但是看袂得过，伊不止伫电视内面讲事实、讲真相，挑战一切不公不义的代志。伊搁徛来外口，伫伊会当去的所在，家己拆车票，一位一位去到台湾人讲，讲啥物是真的，啥物是假。只要伊徛台的所在，只要伊有时间，就算伊身体咧无爽快，伊犹原徛伫遐。伊的收视率是这轮节目的第一名。伊所点出的问题，予政治人无法度回避。另外，别家为大家介绍，大家所熟悉，咱的政治到了过去的大话新闻，郑鸿仪来台发下。大家好吼，看到大家，看到大家足欢喜，足欢喜吼。呀，啊，我感觉讲这个天这么凉啊，这个礼拜暗时啊，大家无伫厝看电视，无伫厝食饭，无出去佚佗吼，啊，一同来吃啊，大家热情，大家拍拼啊，我非常的感动，先伫这给我大家感谢，谢谢。我昨昏在新店替沈慧宏徛台，沈慧宏的场爆满，人叉叉叉。我头拄啊，这个在台北市啊陈时中的游行，我上台讲话。台北市有150,000人游行，150,000人徛出。我今仔日看到这个场。大家讲今年选举冷冷啊，我无感觉，我感觉现场的热情，我非常的感动。我感觉沈慧宏会赢，我感觉陈时中会赢，我感觉郑运鹏会赢。郑运鹏会赢不赢？咱来讲道理。平平做八年，郑文灿市长做八年，要选郑运鹏，咱都要先讲道理，再对郑文灿讲起。郑文灿八年，柯文哲嘛八年，郑文灿人口对2014年的七月，甲今顶个月2022年的十月。统计的人口增加220,363,680，我先吹一下。柯文哲八年减20几万人，我先再吹一下。来回50万，郑文灿执政八年。通知加一个台东县的乡亲口，讲实在，他拄啊，大家唔知有接触听无？我讲的是八年增加22,3368，大家一定讲你哪只计较？68你也咧算？我跟你讲。其他的县市，几乎每一个县市人拢在减少，因的县市若是增加一个，因就会开记者会啊，因就会发新闻稿啊。但是咱桃园增加223,368的保险水准。我请教，223,368的，爱吃饭无？爱吃头路无？爱买厝无？爱买车无？爱买菜无？
爱娶某无？爱生囝无？这就是越来越繁荣的桃园市。我下嘴者。咱国讲，全世界有法度做晶圆一纳米的，只有一家公司。那一家公司叫什么？台积电。台积电一纳米，即马要设立桃园坡下个嘴者。你知道一纳米有多困难吗？一纳米是什么？一纳米是长度的单位。它就是一根头发的50000分之1，就是说50000的一纳米加起来多一支头毛而已。这个技术全世界没人有法做，只有台积电做得出来。现在台积电要把这个技术放在我们桃园市埔社区里。什么人争取的？双证，双证，郑文灿加郑运鹏。为什么？因为郑鸿仪都证知道了。你敢知啊？一纳米要投资偌济钱？我跟你讲，一纳米要投资偌济钱，我嘛唔知。但是我会当跟你讲，二纳米。台积电投资8000亿到1兆，所以我相信一纳米会超过8000亿跟1兆，拢当给你桃园坡下个吹起来。二纳米增加多少个工作机会？评估是8000个，我相信一纳米。会增加10000个工作机会，我下嘴者。10000个工作机会，拢是少年啊，拢爱娶某，拢爱买厝，拢爱生囝。未来，咱的桃园加10000个少年啊，有读册、聪明的头脑，而且阁是高学历、高收入的，我下嘴者。桃园的土地的起价，你知无？桃园的收入的起价，你知无？开餐厅的赚钱啦！你敢知影？全世界阿麦拢爱依赖桃园啦，因为一纳米啊，没有人做得出来。小英最近看到中国的投资环境变慢。所以推出了一个叫做台商回流专案。你知道回来多少钱吗？回来一条7000亿，但是里面有两成3400亿拢总里头包下个吹起来。为什么桃园人口一直增加？因为有很多产业在这里，这就是桃园一直进步的原因。好，其实啊，桃园的进步包括机场捷运，即马捷运要增加到航空城啊。你敢知影柯文哲背你没有半条捷运？郑文灿你没跑下个吹一下吗？但是为什么郑文灿做得到？因为郑文灿跟小英中央政府完全的合作，除了一零五零零，除了一打拼，他采取的叫合作策略。为什么陈时中说台北市停滞8年，人口减20几万？因为柯文哲选择跟中央政府对抗，他要做啥？专门你骂小英，专门骂前进党、民进党，伊要创啥？伊要选总统。所以呢，把迄个中东整个叫去市政府。
要看优劣好坏差在哪里，但是未来通识有什么人到我都和中央政府合作。郑运鹏，郑运鹏，郑运鹏啊，那是民进党栽培台大土木系三届立委，民进党党团干事长，你敢捌看伊去惹绯闻？敢捌看伊去贪污？敢捌看伊耍特权？唔捌。这个人，因为伊常常上我的电视，我知影，实实在在，有理有据，非常的认真的一个人，所以。要延续郑文灿八年的激情，一定爱选郑运鹏。若是选迄个对手呢？真恐怖、哦！为什么？因为伊主张台湾的高科技研发要赶快去中国，因为。他是一个中华民族自公党唯一最高顾问啊，这个党中华民族自公党主张要跟祖国统一，而且因为这个中评会的主席，因为前主席都是诈骗集团去人骗29亿，即马去用抓伊啊！请问，伊做最高顾问，伊唔知吗？讲实在，我唔相信。伊嘛是经济党，经济党大家知影，迄个很小的党，迄嘛统派。啊，迄个你讲涉嫌卖假药，伊嘛是迄个党的唯一顾问。首席顾问，桃园是国门啊，桃园是这么重要的所在啦，怎么容许他这样？所以这票投郑运鹏非常重要，来投郑运鹏好不好？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到啊，好，伊才甲写时间到啊。咱讲道一下好不？搁我讲两分钟好不？同意的请举手好不？好，这是经过公投同意的哦。这票，那么爱肯定小英，小英这阵，伊无予台湾人闹亏。最新的国际货币基金。讲咱人均 GDP 35,500块的美金，历史上第一遍赢日本，破下水一个。日本34,500块的美金，咱19年来第一遍赢韩国，破下水一个。即马大家拢。已经有的已经出国去佚佗啊，有的打算要出国啊，因为即马国门解封了，你知影？你若要出国，爱去买美金，爱加入票，随在你加拢有，真侪国家，你要去加外汇，无外汇好你加，你要读册嘛，无外汇，你要做生意嘛，无外汇，但是咱台湾，咱有。5,500亿的美金的外汇存底，全世界第四名，好像搁吹着嘞。咱经济成长，去年、今年拢是亚洲四小龙第一名，好像搁吹着嘞。以前他讲了讲民进党无人才，我跟你讲。民进党这支箭有够好，咱来甲小英肯定。最后两点，第一点，
这边选议员，全台湾县市议员选910席，民进党提名382席，国民党提名457席。国民党为什么提过半？因为伊想要做议长。这个柯文哲讲，北部那些哪一个议长不是黑道？咱未来，咱含议长都要给退落来，咱袂使阁让黑道做议长，安尼好无？所以这边民进党的议员，每一席拢要去，安尼好无？会改变无？绝对会改变。我甲大家报告，60-70年前，台湾用无党籍通酒驾拼，敢若摕5%的选票尔。到个党外时代，摕15%的选票。到个民进党1986年成立，摕到30%的选票。啊，变第一遍选总统，摕到40%的选票。阿比阿选连任，第一遍过半，摕到50%的选票，无下水台。小英总统，2020年，摕到57%的选票，无下个水台。会改变，绝对会改变，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用正面方做起地方。嘛，阿叫我讲，讲咱无同意，伊安尼对待台湾，安尼好无？好，歹势，时间到啊，我都讲讲啊，送大家一个礼物，继续看政治道路，安尼好无？好。来，婆家，感谢，感谢，来，郑红仪，红仪大哥，多谢，他有进步无？用力有愈来愈好无？好，要投予郑运鹏好无？好，今仔日的安排主题就是桃园进步不回头，我们票投3号郑运鹏。今天主持人在这里宣布，让铁孩子来完全已经看不到后面的镜头，我们现场已经超过5万。人搁挤到电话，外口搁有人袂当入来，超过50,000人关心家己故乡的将来，超过50,000人要伊家己故乡的未来，票投3号，郑运鹏，桃园进步永不回头。好，接下来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选战当中，最鼓舞我们的那就是我们的主题曲。咱的故乡拼未来，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台语的金曲歌王，我们要来欢迎王俊杰跟未来式乐团。各位在座的大桃园的乡亲，桃园的士大，一起陪着大家顾台湾。盼未来50,000人正能量的声音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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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俊杰爱安尼问？您注意到啊？拄只俊杰起来的时阵，有人甲我看，因为俊杰的目睭看袂着各位，所以50,000人的声。一定爱大声给俊杰听，好唔好？这50,000人的声，唔但爱给俊杰听，啊，佫爱给网络上很多很多人一起听。上重要的是，50,000人的声，爱变作50,000人的声。伫下礼拜的这个时阵，咱爱佫做伙欢呼。发出欢喜的声，好唔好？好。所以，今仔日，阮几个人伫咧遮，阮只是
写歌的人、唱歌的人，我会当做的代志无多，也毋过我会当为正能量、为台湾、为民主、为大家做伙打拼的每一个人写歌，这就是阮上大的能力甲幸福，可以吗？所以，阵今日甲大家讲，今仔日踮咧桃园是一件骄傲的代志，因为我是桃园的囝婿，因为我的妈妈是桃园人。我的妈妈是客家人，沈梦怡、安子塞，所以下礼拜的这个时候，我希望桃园的伴子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桃园又赢了，桃园又赢了，又赢了。可以的哈，大小 OK 吗？好，切切切，可以。好，各位，各给阮一分钟的时间，各给阮一分钟的时间。这一分钟，给我来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拄则甲大家讲，阵今日目睭看袂到各位。也毋过，阵今个心，什么拢有看到。我问大家，恁甲我同款，我们让我们的心看到光明，看到对的地方，看到该看的人。我们要为他加油，给他最大最满的鼓励，让下个礼拜的我们一起圆满这些成就，迎向胜利，好不好？好了 ，OK。今嘛，我就要邀请大家，咱做伙来过台湾，拼未来。予阮上侪钱的炮声甲花声在哪里？哪里？故乡，无论你我拢是前方。勇敢的脚步，出发在手中。你心中，你的恋爱的笑容，正做你的目标。走出咱的路，虽然有风有雨，心头拼好拼。困难走动，为你笑颜飘成秋，自信勇敢迎向成功。别让未来也永远
角色来琴，要来唱的这首歌，将这首歌送予咱台湾，帮我送琴，送予咱桃园。咱台湾是一个美丽的所在，我们这里的人是温暖的，这里的人是勇敢，是浪漫的。琴有声音，所以我们要用这一首歌献给大家。这一首歌献给大家，要说的是这一块岛屿，这是咱上水的故乡，这是咱做伙打拼的所在。桃园好，台湾就更好。有了吗？好，等我们一下，不好意思哦。好。大家有手机啊，听见好不？那把手电啊，电啊开，我们一起照亮桃园的天空，好不好？把你的手机放在空中甩，好吗？谢谢你，我相信我们会赢，照亮天空。谢谢。是咱上水的故乡，美丽都市是咱的摇篮。咱住伫温州的土地，风刮大海带咱向未来。
有好听无？你有听到头段王俊杰老师讲一句话？桃园的赢，台湾的赢，有听到无？哇！桃园人有重要无？哇！桃园的赢，台湾的赢，桃园的赢未？我要甲来介绍一位，伊伫个一个来自一个农业的县，日头甲伊晒到乌飕飕，一个农业的大官。连夜打拼的面开始准备迈向科学区，对山到海，有阿里山，有布地港，台湾第一名的馆长，欢声欢迎咱翁章良，大义馆长，欢声欢迎，欢迎翁章良县长。各位乡亲，各位士大，欢迎今天这么多人来到曾敏鹏加油。我想咱是不是先画一个口号，提振所有曾敏鹏竞选团队交所有的人的士气。我阿里山的祖祖有一种画法，等一下我带大家一起来喊一下。我阿里山的祖祖，我来画郑运鹏，大家画动算。我来画郑运鹏，大家画动算。我画运鹏，运鹏，郑运鹏，您画动算，动算，郑运鹏，安尼听话未？哇，尤其最后那三个字郑运鹏，要大声一点，要提振所有人的士气。来，咱大家手先举起来。手先举起来，下起真好，下起真好，来来，郑运鹏，郑运鹏，运鹏运鹏，郑运鹏，哟，赞，提振大家的士气。我想，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我民国77年1988年的时阵，我伫遮读中原大学。1988年是我开始参加学生运动，1988年是我开始思考台湾的问题，1988年从此改变我的运命，开始关心公众事务。所以我感谢中立这块土地，我的生命就是在这改变的。咱桃园的生命，曾文成做起就了，开始改变点着。北东221万人，曾文成甲我母做伙做学生运动，阮大学都熟悉。曾文成是北东来，我有足侪关心的问题，我拢在请教。尤其有一次，我叫曾文灿代表小英总统去到越南，然后去带所有奥运会庆祝成立。在这个过程，我一直请教文灿，到底要怎来带动规个县城了市情的发展？所以我底下学真侪物件。所以文灿啊，做得真好，咱桃园在进步。不走回头路，掉掉掉掉！郑运鹏62年处，这关市长大概50岁左右拄啊好，因为这关市长的当官需要体力，需要50岁为孙，规个精神跟判断力是最好的时候。如果等壮年，咱的郑运鹏少年有创意，符合咱桃园这个叫少年的都市，是一个移民的都市，所以咱的桃园在咧发展的过程当中，咱交对手比较起来，我认为郑运鹏的能力交伊
李慧是最适合当桃园市长啦、啊，大家讲对不对？所以，咱的应鹏会当讲这场的选举，在接力赛内底真认真、真辛苦，起码全台湾上注意两个所在的选举，一个就是桃园。一个就是台北市，这两个所在是咱这届选举内底全台湾关心的所在，所以桃园人拜托你了，无爱赢好无，爱赢好无，爱赢好无。赢真重要，这边是台湾的国门，是台湾代表性的地方，桃园是世界性的都市。所以桃园一定爱赢，所以你这做辛苦要来大家拜托，一鹏会当讲提出百外项政见，做认真的选这场会议，所有的台湾人拢要看桃园的赢无，所以我伫这要拜托大家，郑一鹏守住台湾的国门，郑一鹏非。赢不可，好不好？来来，再来画一个，叫到多阿呢？我来郑一鹏，郑一鹏，一鹏一鹏，郑一鹏，冲冲冲冲冲冲！哟，多谢大家，谢谢。来，关掉新老多一个，各位啊，咱桃园上重感情，王章良关掉。伊家己嘛咧选嘞，伊家己嘛咧选，来到这，我刷过了，伊对阿里山就走到这来，咱来加油一下好无？好不好？咱马上回重镇，咱全台湾都爱赢。来，现场咱嘉义所有乡亲，我知影做侪拢无来锻炼好，加油加油！嘉义人做不停。咱的郑一鹏好无？好，好无？好。阿你在阿唔在？阿你是要我无？阿你唔想交啊？来，洪章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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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第一名观众，洪章良，多谢。接下来，我们都知道，今天是选举最后一个星期日。在这个超级的星期夜当中，我们要让大家来看一段影片。过去八年，郑文灿让桃园成为我桃园我骄傲的典范。我们现在要让桃园持续前进。来看接下来这段影片。我们能做一块怎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扫街上台的时候都要用跑的？因为桃园的进步没有时间等待，要超越文灿八年的进步，我不能慢。文灿是一天当三天用，我就要三步并作一步跑。桃园的未来建设要大，照顾要细，大到富国神山要来桃园落脚，三条捷运线要在任内开工，航空城计划要让桃园变成国际都市。细到单身、孕妇、产妇要照顾，罕见疾病的家庭要照顾，政府不能等弱势朋友来敲门，而是要主动打开照顾的大门，让市民与产业都受到全面的照顾。不要让市民等政府，也不要让产业等政府。我要告诉所有的市民朋友，有我在，请大家放心。的成功要有好的市长郑文灿，后一帮郑运鹏，也要有好的议会，所以来介绍我们桃园队八德区议员候选人蔡永芳，八德区议员候选人李林小凤，候选人许家瑞，台客侯英姑，议员候选人陈志文，中立区议员候选人徐景文，中立区议员候选人
洪俊豪，中立区议员候选人魏瑜，平镇区议员候选人王佩玉，杨梅区议员候选人郑淑芳，杨梅区议员候选人萧丽妍，龙潭区议员候选人张兆良。各位，和桃园街头外面的市长叫什么名？咱把郑文灿的名号较大声，好不好？让桃园街头环面大进步的市长叫什么名字？郑文灿。叫什么名字？郑文灿。接棒让桃园继续往前走，进步不回头的市长叫什么名字？郑玉彤。叫什么名字？郑现在郑文灿、郑运鹏要从舞台的前方大进场，要走入来舞台，咱桃园，咱桃园的骄傲，桃园的进步，郑文灿、郑运鹏，咱来改花动作，郑文灿改花加油，郑文灿加油，郑文灿加油，郑文灿加油，郑运鹏。郑运鹏，动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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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让我们桃园进步的市长郑文灿，我们把他名字喊出来。市长郑文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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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班。越来越好，越来越强的市长郑运鹏，能改言名画出来。来，郑运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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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在这个超级的黄金夜当中，所有台湾人，我们以全台湾就以再次让全世界看到。我们要让郑运鹏继续做桃园的炮声，咱大大声喊出来，喊给对手听，喊给对手知影，咱就是要表达郑运鹏，来，郑运鹏，动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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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的家乡，我们支持郑运鹏进
不回头，我们张正运鹏加油！桃园作为郑运鹏的靠山，郑运鹏也是我们的靠山，大家画起来啊！郑运鹏到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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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运鹏到站。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现场超过五万人，站住了力挺郑运鹏，在这里位置坐满了，外面站满了人，我们的声音不止这样，我们要让对手害怕，我们要全面大胜利，我们再次大声喊出，我们要跳投郑运鹏。郑运鹏一棒接一棒，桃园会更棒，桃园只要赢，台湾就会赢，我的欢迎我们的市长郑文灿，欢迎我们的郑文灿市长，我们一棒接一棒，大棒强棒，桃园更棒。谢谢两位主持人，一位是王定宇翁廷武，他是我们中立出身，在台南读书，在台南担任立法委员，南港王定宇，掌声鼓励一下。另外一位是很杰出的林楚英，非常有正义感。各位乡亲，台港好，大家好，大家好。来哦，罗哥！八年前，大家用选票选择了文灿，那是一场非常辛苦的逆转胜，所以我带着感动的心情来担任市长。两届八年，一天当三天用，我跟郑运鹏立委一起顾桃园，拼建设。他们执政的时代，航空城还在吵架，我们执政把居民安置，让航空可以动工，大家说对不对？他们执政的时代，机场捷运通不了车，我们执政后，现在一节已经通车五年了。他们执政的时代，大家看到桃园很多的建设原地踏步，我们的下水道是六都最后一名，接管率只有2%多，现在已经接管190,000户，桃园正大步的进步，大家说对不对？因为郑文灿当市长，郑运鹏当立委，所以我们的老街区变得干净了，从过去的市区段上游做到了平镇，下游镇做到青埔，我们这一条中立的母亲之河，我们要把它保护好，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执政，所以有了老人健保补助，
有的老人装甲牙补助，因为我们的执政，所以有了照顾年轻家庭的政策，有生育补助，有育儿津贴，有超过20个亲子馆，40个公托中心，有超过58个共融式的主题公园，可以让年轻的家庭有亲子活动的空间。这8年来，因为我们的执政，所以这8年桃园的人口跟其他的县市不一样，别人是平盘或下滑，桃园是正向，而且桃园成长215000人，这样多不多？感谢这么多家庭选择了桃园，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在这里追求人生的幸福，所以我们有责任要让桃园变得更好。他们执政的时代，铁路高架化推不动，完全在抗争当中停摆。我们执政降低了桃园的负担，让铁路地下化定案，4个车站开工，现在陆续在完成中，大家说对不对？他们执政的时代，捷运只有一张图，没有办法变为工程，现在绿线已经开工，机场线已经进来到中坜，我们的铁路地下化已经一段一段开工，其他的3条线龟山中线、三鹰线延伸八德、绿线延伸中坜大车站，这3条线即将要核定动工，我们把它交给有能力、肯承担、有在地感情、能够带领桃园进步的郑运鹏，好不好？桃园队不是我一个人，而是许许多多努力认真为桃园这个城市来打拼的每一个公务员、每一个市民。我们一起见证了桃园的成长，8年的进步，也见证了无声的改变。我们的对手参选以来只会唱衰桃园、抹黑桃园，只会骂郑文灿。如果这8年没有桃园队的执政，没有郑文灿市长、郑运鹏立委翻转桃园，我相信今天桃园不会有这样的成绩。如果大家觉得桃园中坜进步了，请大家投给郑运鹏，让这个进步不要停下来，不要走回头路，好不好？他们执政的时候有没有社会住宅？有没有 U-Bike？ 有没有运动中心？有没有市民卡？有没有生育补助？有没有育儿津贴？8年我们把不可能变可能，对不对？8年我们把桃园变成是一个骄傲的名声，对不对？我们让全台湾看见桃园，对不对？如果没有无眠无日的打拼，一天当作三天用，咱的痛不可能进步这么紧。我知道我的责任就是要让桃园登大蓝。这8年来，我跟郑运鹏还有其他的立委、其他的议员伙伴，总是想办法要让桃园的建设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大家说对不对？我们没有100分，可是我们不怕学习，不怕创新，不怕改正。所以桃园在最近的评比，天下杂志的期末考，6都当中施政满意度75分，6都第一名，对不对？远见杂志
我拿了四次的五星级市长，八年的总和，赢去桃园一样第一名，对不对？今周刊永续城市大调查，桃园经济力评比六都第一名，社会力评比是六都第一名。我想很多的企业选择投资桃园，因为桃园是一个有效率、肯服务、透明的政府。我们帮助企业落地，也创造市民的就业，所以在我任内协助了7000多亿的投资。我们蔡总统所推出台商回流、投资台湾三大方案，1兆8000亿，有20%，3639亿选择桃园。三年前，我知道台积电在寻找下一个世代先进制程的基地，因此我跟竹科管理局非常用心的跟业者检讨用水用电、环评水保、连外道路各种问题。我要特别谢谢郑运鹏，他跟我一起努力，低调的努力了三年，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所以行政院苏院长拍板定案，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启动，让台湾未来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基地正式落脚桃园，大家说好不好？我们护国神山变护国群山，保护台湾也壮大桃园。这个工作如果没有三年前的努力，就没有今天的定案。今天没有定案，未来三年四年如何可能把园区开发好，让台积电可以进驻？我想这是航空城以外影响桃园最重大的投资，请大家支持郑运鹏，让龙科三期完成好不好？请大家支持郑运鹏，让铁路地下化完成好不好？请大家支持郑运鹏，让桃园航空城完成好不好？请大家支持郑运鹏，把桃园捷运路完成好不好？也请大家支持郑运鹏，让北北基桃四个城市通勤月票1200块直线的报。请大家支持郑运鹏，让我们的老街西、南坎西、大安西、安城治理成为清水城市的骄傲，好不好？我做了一半。我看到很多的市民乡亲都着我，伊讲市长足感谢你的，我就唔甘。我跟各位乡亲报告，我当市长的第一天就告诉自己，要用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力量，要奉献给桃园。这八年我没有喊过苦，也没有喊过累，也从来没有休息一天过。就算出国回来长途飞行，当天晚上回到桃园，我一样参加地方的活动。我知道桃园正在进步，我们不能停下来。可是我现在我没有不舍的心情，只有责任未了。我最爱的桃园，在桃园队的努力之下，在市民的期盼支持底下，桃园一天一天更好。桃园展现了我们桃园的力量，大家说对不对？我们的对手用抹黑桃园、唱衰桃园的方式来竞选，
可是我对桃园有期待，有希望，有感动。我知道这一张选票很重要，这一张选票关系到未来的四年八年桃园能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张选票关系郑文灿八年执政的成绩能不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这一张选票也代表民进党在蔡英文总统领导底下地方跟中央能不能够连为一条线，大家说对不对？我希望11月26号大家把手中的选票投给桃园的未来，投给城市的未来，投给我们自己桃园队，好不好？拜托大家，这一张选票非常关键，拜托每一个乡亲，每一个市民朋友，一定要去拉票，一定要去催票，一定要去估票，每个人多拉5张、10张选票，大家一定要集中选票，保护桃园，保护我们的进步，保护我们的发展，请大家集中选票，支持郑运鹏，好不好？3号的郑运鹏，当桃园的靠山，好不好？3号的郑运鹏，让桃园继续运转，周代表，周代表，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各位咱桃园的乡亲士大，我们该从郑文灿市长听到他对最爱的桃园充满了不放心，来当可以放心无？这八年，他把时间、精力都付出在最爱的桃园，桃园一直在进步。我们跟郑文灿说一声谢谢，谢谢，一起来哦，郑文灿，谢谢你，郑文灿，谢谢你。我们让郑文灿市长放心，支持3号郑运鹏。时间交予咱未来的桃园市长郑运鹏，桃园不走回头路，票投三号郑运鹏。谢谢两位主持人，一位是桃园子弟，台南立委王定宇，另外一位是龟山女儿，不分区立委林楚英。他们两位都是运鹏在立法院的好同事，我相信他们两位立委今天来到这边跟我们桃园市民好朋友报告，他们相信运鹏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在立法院有需要的时候，在桃园有需要的时候，运鹏就是那一位扛起责任、使命必达的干事长。大家是不是给两位立委掌声鼓励一下？我们在立法院合作无间，现在台湾很进步，国家的政策要推动，地方的预算要争取，我们在立法院帮台湾帮桃园，大家是不是给我们的立法院团队掌声鼓励一下？刚才郑文灿市长，我说他是天才儿童，过去八年来一点一滴带着桃园进步，每一项大大小小的建设，每一个市民的照顾，他都做得很完整。运鹏被打给报告，过去7年我在桃园担任立委，我参加了很多聚会，参加了很多参会，有很多我们桃园的朋友刚从外县市国内旅游回来，我都问他说，你去外县市有好耍吗？他说好耍啊，不过还一个更好耍的，大概关机跨过的游览车工，你们从桃园来的都会说你们桃园做得很好，大家说对不对？大家都说郑文灿有够赞，对不对？这样过去八年桃园人有幸福吗？
桃园人骄傲吗？自己觉得桃园棒不棒？昨天我跟着郑文灿市长、苏贞昌院长到我们桃园隔壁的莺歌去帮林佳龙拉票，莺歌的朋友告诉我，哇，你们桃园做得真好。他们莺歌很多的朋友，包含树林、包含新庄，过去三年以来他们要打疫苗跑到桃园来，他们说新北市新北市要接种疫苗要晒太阳，桃园还可以吹冷气，大家是不是给郑文灿市长掌声鼓励一下？他们说新北市的朋友居家隔离送关怀包不一定收得到，收得到也只有两根快筛剂，桃园的关怀包有泡面、有饼干、有汽水，还有里面关怀的很多物资，一个礼拜的隔离下来长胖了2公斤，大家是不是给郑文灿市长掌声鼓励一下？他们说新北市的长辈装假牙没有补助，所以他们户籍在桃园，他们居住在莺歌，居住在树林，居住在新庄。郑文灿市长上任后照顾大家，长辈们65岁以上健保有补助，老人装假牙市政府有补贴，桃园人幸不幸福？过去8年大家用选票给郑文灿市长上高山，值不值得？我们是不是在拜托大家继续用这样的心让运鹏来当大家的靠山，好不好？过去8年如果没有郑文灿市长，我们的铁路地下化今天不会动工。过去8年如果不是郑文灿市长，我们的机场捷运不会通车。过去的8年如果不是郑文灿市长，长辈们健保没补助，假牙没补贴，新北市民也不会羡慕桃园市。过去如果不是郑文灿当市长，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不会从0个现在变10个。所以郑文灿市长，大家投了一张选票给他来服务8年，我们很光荣，我们很幸福，对不对？郑文灿市长很厉害，他刚刚跟大家报告，这也是过去全台湾都知道，一个钢铁市长早上旧金山，晚上拉拉山，早上坐飞机从美国回来，晚上到桃园机场看到还9点，上拉拉山复兴区还来得及，2个小时上去和我们原住民朋友站在一起，这样的市长棒不棒？这么棒的市长，以后的市长不好做哦，但是让运鹏来做，文灿一个人当3个人用，一天当3天用，运鹏比较年轻，3步当1步跑，大家说好不好？打开公告有没有？跑得快，跳得远，飞得高，建设要大，照顾要细，这是运鹏给各位市民朋友的承诺，大家说好不好？建设要大，要多大？第一个，护国神山台积电要来桃园，我们让它神山成真，我们让护国群山通通进来，上下游进驻桃园，大家说好不好？好。这不是桃园的新闻，这是全国的大事，这也不是台湾的大事，这是世界的大事。当美国的股票市场股神巴菲特看到1奈米落脚桃园，马上买进，马上对全世界带来一个强心针，这是台湾的责任，桃园的责任，也是大家的责任，大家说对不对？建设要多大？我们现在已经有机场捷运，还有捷运绿线在动工，未来我们捷运多3条，我们的捷运中线从回龙到桃园车站，我们中立延伸线让捷运绿线接到机场捷运，成为3手线。我们从新北市的3莺线延伸到8德，捷运多3条，桃园更进化，大家说好不好？好。我们建设要有多大？我们现在很多交流道已经非常方便了，在文灿市长的任内，龙潭高原交流道已经通车了，杨梅校前交流道也已经通车了，南崁多一套交流道，中
正北路、芦新南路也已经通车了。未来我们交流道多三个：八德、大英、丰德交流道、桃园中路交流道、中立、中丰交流道。我们交流道再加三个，大家说好不好？好。建设要有多大？不只照顾桃园市民，我们身为基北北桃首都圈，我们身为制造业的重镇、交通的枢纽，我们也要推动首都圈通勤月票1200，让所有首都圈的1200万人，我们通勤更省钱，通勤更方便，大家上班、上学、生活通通更便利，大家说好不好？这些都是大的建设，运鹏还要跟大家报告，我们的照顾要更细。郑文灿市长照顾到每个人，我们还要更细致。运鹏的经验，我告诉大家，10年前我还不那时候不是立委，我的儿子得了肠病毒重症，我妈妈在家里嘛怎样了？那个时候我儿子6岁得了肠病毒重症，在我身边就昏迷了，在我身边就昏迷了。没有症状一下子就昏迷了，我是抱着小孩去消防队等救护车，一送到急诊一看有肠病毒的病史，他就判断是肠病毒的重症，后送台大医院，台大的急诊室你马上开出命危通知，看运气，看运气。我叫尹文呢，我很幸运，那个时候我儿子在台大的照顾之下5天出院顺利康复，但是我问医生说，那如果小孩子没有康复没有复原怎么办？医生告诉我，很多人这样少了一个儿子，很多小孩子脑性麻痹，我才去只体会到脑性麻痹的家庭，这些罕见疾病的家庭，我在公园里面看到他，你那咋归黑你咋黑，太天气很好，推着轮椅让小朋友来公园晒太阳，还要照顾他。很多这样的家庭，爸爸妈妈不能工作，兄弟姐妹一起照顾，他们变到另外一个循环，让我体会到很多人、很多家庭、很多朋友都有最脆弱、最需要照顾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告诉自己，如果我有机会还回来政坛担任民意代表，服务大家最弱势的那一位市民、最弱势的家庭，我一定要照顾到。照顾要细，建设要大，每一位市民朋友都有需要。所以未来我当市长，罕见疾病的家庭，我们给他生活津贴，让他们不用担心下一餐、下一个月，好不好？照顾要细，要细到什么地步？单身的产妇跟孕妇，没有人陪她陪产，没有人去照顾她，我们用市政府的力量来陪这些台湾妈妈、单身的产妇，给她照顾，大家说好不好？照顾要细，要细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的长辈是不是有每个月800点的敬老卡？我们800点变1000，让大家走得更远，让大家走得更远。我们800变1000，我们开放坐火车，开放到观光工厂，也开放到休闲农场，开放到我们的这个庇护工厂，让长辈们照顾这些罕病在上班的孩子，罕病受到照顾的孩子，大家说好不好？好。照顾要细，我们要多一个儿童乐园，多儿童医院，多长辈的照顾医院，让桃园的市民朋友不分年龄通通得到照顾，好不好？好。所以未来我们在郑文灿市长8年的好基础之下，建设要大，照顾要细，护国群山要进来，产业更进步，交通更方便，捷运更多条，大家说好不好？好。所以拜托大家，大家把自己手中的每一张选票都当作护国神山，只要像8年前一样，我们投下去给郑文灿，11月26号支持郑运鹏，每一张选票都是护国神山。我们桃园市民好朋友，我们一起做护国群山，好不好？请大家支持郑运鹏，当运鹏的靠山。未来我向郑文灿。
一票，桃园队的议员一票，拜托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各位。联络大家比赛，大家把裙子举起来，我们做这一旁的靠山，给这一旁最温暖的支持，让我们大声的喊出来，这一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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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旁一旁一旁。今天开始，我们回去帮一旁拉票、推票、布票，7126，我们让桃园幸福步走回头路，票投3号郑玉鹏。各位，今天让大家都知道桃园很重要，桃园赢，台湾就赢。所以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我们的总统蔡英文都快要赶到现场，特恩瓦重要，台湾队长蔡英文带着副总统赖清德要来到桃园，告诉各位，如果我们把选票吹出来，如果我们把三号郑运鹏支持当选，台湾就能够守住重要的价值。桃园会不会赢？会。待会总统副总统到，我们展现桃园人的气势，好，台湾对调怎样，特朗守得住，好不好？好。所以就在这段影片之后，我们的赖副总统还有我们的台湾队长就即将要进场，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大家好，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是屏东县长潘孟安。我是赖清德。好的干事长就会是好的市长，好的干事长一定会是好的市长。过去陈其迈、潘孟安还有我本人都担任过民进党党团的干事长，郑运鹏当过3任立法院的党团干事长，事情只要交给运鹏去处理就很放心。干事长的经历绝对是成为担任县市所长的最大助力，而郑运鹏是近年来民进党党团任期最长的干事长，不止擅长协调，也有耐心，更愿意倾听，这些都是成为县市首长的必要条件。我相信运鹏绝对是桃园市长的最佳人选。运鹏认真负责，是立法院公认表现最好的干事长。我跟大家挂保证，我相信有温度也有执行力的郑运鹏绝对会是带领桃园继续大进化的最好人选。运鹏一定可以以中央的高度延续郑文灿第一名的市政。11月26日，桃园选3号，让郑运鹏成为桃园乡亲的靠山，拜托大家。11月26号，拜托大家票投郑运鹏，进步不回头。我们有信心，11月26号，让郑运鹏动算。好的干事长就是好市长，就是五星级市长，来吧，调调。各位，我们的赖清德副总统牵着郑运鹏的手进到我们的现场，来用胸怀来夸奖，欢迎我们过去是第一名的台南市长，最好的行政院长，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最强的干事长，地区最强干事长，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赖副总统。多谢，真多谢，咱同市未来新好市长郑运鹏，咱甲叫好条，掌声甲鼓励者。亲爱的所敬爱，咱桃园的父老乡亲时代，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选举剩无几工尔尔。在最后最关键的时刻，请大家再次来到桃园，诚恳再次甲咱桃园的父老乡亲时代拜托，咱肯定
第一份菜，票投郑燕鹏，让郑燕鹏顺利接棒，股票当选统治的市长，安尼好阿伯，安尼好阿伯。郑文灿是五星级的市长，一八年来无予大家闹鬼，一天做三工钱，无眠无日。伊的市政成绩已经超往过去。若要讲郑文灿打拼的成绩，讲三工三眠，有哪讲未了啦？所以我伫遮简单甲大家报告具体三项。伫郑文灿率领团队努力打拼下面，咱今仔日的同志已经是全国制造业上悬上强第一名的都市。咱的制造业的产值一年超过三条新台票，五百大制造业有三分之一在咱同市。蔡英文总统极力推动的欢迎台商回台投资专案，20%的投资经费嘛在咱同市。当然，同市会当讲得到天时地利之便，但是若无郑文灿率领的团队提高行政效率，建立真好的关系，绝对无这款的成绩。大家讲对唔对？大家讲对唔对？第二更加难得，郑文灿伫咱郑燕鹏共同协作的进行之下，一八年来争取的建设经费超过2亿2千2千几万的新台票。两千几亿的新台票，写到我拢讲不清楚。两千几亿，你看，甲铁路高架转为地下化，推动通识的接运，伫个中立山铁公共，伫个桃园的火车站山铁公共，另外包括图书馆、美术馆种种的建设。员工郑文灿的团队为咱统治未来百年的发展打下上好的基础，大家讲对不对？第三点非常难得啊，咱统治是六都内底出生率最高的城市，嘛是六都内底平均年龄上少年的都市。在台湾高龄化、少子化的危机当中，咱同时找到答案，解决这个严重社会问题出，这拢是郑文灿、郑运鹏团队共同努力打拼结果。现此时，郑文灿都伫要完成阶段性的任务，伊已经要下任这个市长的工作，咱大家伫个遮是毋是用上热烈的掌声，甲郑文灿感谢鼓励一下，好唔好啊？好，好，但是我要甲大家报告，对郑文灿上好的感谢、上大的鼓励，都是予郑运鹏高票当选顺利接任。大家讲对啊，对啊，大家讲对唔对？郑燕鹏来当顺利接棒，至少有三项好处。第一，郑燕鹏少年有活力啦，好用耐操，搁省油啦，完全符合着这个都市的少年的特性，也卖当负起未来重大建设所需要的体力甲活力。大家讲对唔对？大家讲对唔对？尤其伊是团队的一份子，过去郑文灿为这个都市所打下的建设，伊拢参与着。伊若有法度顺利接棒，
伊会当马上甲这台建设的列车继续开、继续行，唔免转弯，嘛免转弯，嘛免行回头路，会当继续向前行。大家讲对吗？对吗？大家讲对唔对？第二，曾蔭鵬是国会领袖，是民进党党团的干事长，前日啊过去嘛担任党团的干事长，陈其迈嘛担任党团的干事长，潘明安嘛担任党团的干事长。我要甲大家报告，民进党党团的干事长的经历，是成为一个好的县长、好的市长，上基本、上重要的磨练啦。曾蔭鵬伫立法院当干事长，未来回来桃园干市长，好不好？他一定是一个好市长，大家说对不对啊？第三，曾蔭鵬已经用国家的高度，在地文产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推出七大方向，20几项的具体建设蓝图。未来曾蔭鵬担任统一的市长，无论是教育文化、产业经济、科技智慧、交通运输，或者是社会福利，拢一定会当予这个都市大大进步。所以，请大家伫遮恳求大家，肯定地文灿票投曾蔭鵬，予伊继续不回头，好阿妈，好阿妈。请大家今仔日来到桃园，当然之言是为了桃园的未来之来。但是我也是为了台湾的未来来恳求咱各位乡亲士大来支持曾蔭鵬。阿妈讲呢，因为现此时台湾面临海内外的挑战非常大、非常多，国际形势非常复杂，所以拜托大家支持曾蔭鵬，予蔡英文总统有更好的秘密，有更大的困难来面对海内外的挑战。大家讲好唔好？大家讲好唔好？好！予曾蔭鵬高票当选，予蔡英文更有力量带领台湾，好不好？好！为了台湾的未来，支持曾蔭鵬，好不好？好！不好！曾蔭鵬。请大家要恳求支持曾蔭鵬做市长，让民进党的议员讲一句全雷打。另外18岁公民权有六件车，大家会当投同意票。18岁公民权的目的，就是要让咱台湾的民法、刑法、宪法，拢伫个同一个标准设定伫个18岁。所以我伫个遮恳求大家，咱支持少年人，跳秀少年人，咱应该爱支持少年人，予因有机会参与国家的大政。大家讲好啊，好，好啊，好。多谢大家，拜托大家，努力多谢。多谢，咱的副总统赖清德，要是阮台南第一名的市长，咱上好的行政院长，咱的副总统赖清德。来给他加油，给蔭鵬动算，来，赖清德，加油，赖清德，加油，赖清德，加油，曾蔭鵬，动算，曾蔭鵬，动算，曾蔭鵬，动算，感谢，感谢咱的副总统，赖清德。很主席，很主席，各位咱朋友朋友啊，咱的台湾队长已经到了，你记住，咱桃园赢。
人的聚会是我在选总统的时候，今天我看赖副总统也会同意，今天在场的比我选总统的时候的人还要多。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要不要赢？我们会不会赢？我们一定要赢的，好吗？我们选举只剩下几天了，这几天我们就要一只手出去找所有的票，我们都把他们吹出来，好不好？好，好，我们赖清德副总统，我们郑文灿市长，我们市长候选人郑运鹏，还有我们百工百业所有的朋友，那么各位宗教界的领袖，所有的议员候选人，各位在场我们桃园的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各位，我们不只是拼了这么多天，我们一起跟郑文灿已经拼了8年了，大家说对不对？这8年来我们一起创造了台湾桃园的改变，因为8年的努力，所以桃园不一样了，中立也不一样了。所以10月26号我们会走进投票所，投下我们手上的这一票，我们要投给3号郑运鹏，让桃园继续往前走，大家说对不对？昨天我们的对手同样在中立举办了一场大型的造势活动，他们拼命的批评桃园，让我们看到他们最想要的是让桃园变回国民党的桃园，变回停滞的桃园。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昨天在对手的造势场上的群众，他们也是我们桃园市民，选举结束以后我们还是会一起生活。所以如果他们刚好是你们的家人朋友，请你们对他们说，政治不是仇恨，选举不用谩骂，而是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当你要投下这一票的时候，请看看我们共同生活的桃园这8年来到底有没有进步。有些人的政治选择或许跟我们不一样，但只要在桃园生活，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起看到我们桃园光速前进，一起感受到我们桃园天天在进步。现在我们可以大声地说，我桃园我骄傲，大家说对不对？进步说起来是2个字，背后是8年的努力的累积，最重要的是8年前桃园人充满了勇气，选了一个好市长，那就是我们的郑文灿。8年前机场捷运迟迟没有办法通车，文灿说让他来做，现在机场的捷运不只是通车了， A22 老街西站即将准备试营运，以后还要延伸到中立车站，还有我们捷运绿线不止动工，进度还超前，文灿做到了，给他拍手哦。8年前文灿说他要提0到3岁每个月3000块的育儿津贴，不只是文灿上任的第一年就兑现了他的政见，现在还成为我们全国实施的典范。我们现在全国每一个月发5000块，就是因为文灿给我们做的示范跟典范，我们文灿也做到了。8年前文灿说要推动铁路地下化，国民党时代的行政院长，也就是现在桃园市长的候选人，只愿意补助我们桃园200亿元，换民进党执政，中央帮桃园出了将近800亿。现在我们桃园站、中立站、平镇站的地铁铁路地下化都在进行了，大家说是不是？我们文灿真的做到了。桃园的
的亲子馆从两个增加到22个，公托中心增加了，台湾灯会也在桃园举行了，让全国都看到我们桃园的进步。我们社会住宅一栋栋的在盖，像是全桃园最大的社会住宅就在我们中壢，这个月初就已经开始入住了。这就是我们桃园扎扎实实的建设跟福利。今天在场的市民用得到，昨天在国民党管会的市民朋友也用得到。建设不分蓝绿，服务没有颜色，这就是民进党的桃园队大家肯定的原因。过去的好成绩未来要延续，请大家继续选对人，选会做事的桃园队，让郑运鹏接棒，挺三号郑运鹏为桃园挺身而出，大家说好不好？好。八年前市民选择文灿做市长，2016年大家支持我做总统，我们中央地方同心协力，我们推动桃园的建设发展，郑文灿对大家的承诺，蔡英文对大家的承诺，我们合作无间，携手完成。刚刚讲的地下铁路地下化，行政院苏院长核定经费由中央负担786亿，让我们桃园的负担大幅减少了将近600亿。但是另外一位当过行政院长的候选人，过去他没有帮助铁路地下化，现在要选举了才说他要为桃园做事。郑运鹏就不一样，他是在地的立法委员，从当选开始就是文灿的最佳拍档，是否在地方拼，我们运鹏在中央争取经费，所以桃园的建设运鹏非常的了解。过去桃园的进步运鹏都亲自参与，文灿的政策和规划运鹏最熟悉。大家都知道行政院已经宣布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要扩大，我们桃园会成为半导体最先进制程的首选，大家说好不好？世界需要台湾，台湾需要桃园，从一家公司的投资到整个产业链都加入，会让我们桃园在地更繁荣，我们桃园成为桃竹竹苗科技廊带的关键，大家说好不好？桃园的进步不回头，未来还有很多的工作我们继续往下推动，文灿打基础，运鹏继续冲，已经进行中的铁路地下化让郑运鹏继续推进，大家说好不好？已经开始的桃园捷运工程让郑运鹏继续完成，好不好？我们北美基桃首都通台铁客运公车 U-Bike 都可以用，一个月1200块吃到饱，让郑运鹏来实现，好不好？还有我们桃园航空城计划，还有桃园会展中心，我们龙潭科学园区、中研园区活化，以及更多的社会住宅要新建，各种建设核定的要赶快开工，开工的要加速完成，一棒接一棒，让运鹏顺利接棒，让桃园继续往前走，大家说好不好？选举到了最后关头，战况非常紧绷，我们的对手又来了，他们只剩下一招，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标准答案。你们很厉害耶，这段时间本来应该要讲政绩、讲政见的选举，但是对手抹黑郑文灿，攻击郑运鹏，最不好的是他们完全否定了桃园的进步。很多人告诉我，当对手不断抹黑郑文灿跟郑运鹏的时候，大家对桃园的选举是越来越紧张。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感觉到紧张，请你站出来，用你的选票告诉我们的对手，抹黑没有用，恶意攻击也没有用，好不好？对手的攻击越遏制，我们就要越勇敢；他们越抹黑，我们就要越理性的说明。
民进党团队在桃园的八年成绩绝对可以被检验。八年前，谢谢大家勇敢地给进步一票，民进党的桃园队没有辜负大家。八年后，请你为桃园再勇敢一次，请你站出来支持努力拼八年的郑文灿，支持跟桃园站在一起的郑运鹏，支持我们一起打造的光荣桃园，大家说好不好？最近国际媒体《经济学人》谈到2023年趋势的特辑的封面，把我跟美国总统拜登还有许多世界领导人都放在一起，这代表的是台湾受到世界高度的关注，大家说对不对？全世界的关注再次的提醒我们，这次选举不单单是一场地方选举，它攸关我们桃园的未来，更影响台湾的发展。台湾在投票，世界都在看。这次的选举是中共二十大之后台湾第一次的地方选举，所以全世界都在看人民要用选票表达什么样的意见。桃园是台湾的国门之都，是世界踏上台湾的第一站，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大家说对不对？我们反对一国两制，我们想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人坚决捍卫自由民主的决心，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桃园人珍惜进步，而且要继续追求进步的心意，好不好？所以你的选票非常重要，每一票都很关键，请你跟我一起为桃园挺身而出，为台湾挺身而出，好不好？如果你支持蔡英文，支持蔡英文的团队，这几年来带领台湾的方向，这一票我要请你投票投给三号郑运鹏，让我们中央地方同心协力建设桃园，建设台湾，大家说好不好？如果你肯定郑文灿，肯定郑文灿团队过去八年来为桃园带动的进步跟发展，这一票请你投三号郑运鹏，延续五星级的施政，让桃园进步不回头，好不好？拜托大家，桃园的进步我们自己守护，请你打电话给你的长辈，传信息给你的孩子，再过六天我们要走出家门，为桃园投一票，为进步投一票，这一票全力支持郑运鹏为桃园挺身而出，好不好？今年的选举还有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决，我要特别拜托桃园是我们最年轻的直辖市，我们年轻的桃园支持年轻人，18岁公民权我们投下同意票，好不好？距离投票只剩6天，我们国门之都桃园是关键中的关键，每一票都很重要。不要以为文灿做得很好我们就会赢，不要以为靠郑文灿过去的努力我们就会赢，就像桃园八年的进步是我们共同打拼努力的。10月26号也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出来投下手中神圣的一票，我们才会赢，对不对？各位乡亲，最激战的桃园缺你投一票，缺你帮忙拉票。各位乡亲，桃园不能输，建设不能停，我们一起全力拉票，全力催票，一起帮郑运鹏拼过关，一起为桃园的未来，我们桃园进步不回头，大家说好不好？11月26号支持3号郑运鹏，支持民进党的议员候选人，让民进党的桃园队更有力量为大家服务，大家说好不好？最后冲刺，全力拉票，集中选票，桃园一定赢，桃园一定要赢，好不好？桃园加油，台湾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台湾队长。
蔡英文，现在大家手扛起来，桃园会不会赢？会，帮郑运鹏拉票好不好？好，我们把三号的拉出你的热情，高举你的三，做郑运鹏的靠山，郑运鹏动算，郑运鹏动算，郑运鹏动算，动算，动算，过了今天只剩下最后的五天，请大家努力为郑运鹏顾庙拉票催票，你出大大的声，坚定支持郑运鹏，再一次给郑运鹏温暖的力量，郑运鹏动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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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鹏一鹏一鹏动算，动算，动算，郑文灿市长的不舍，我们赖清德副总统的拜托，小英队长的嘱托，我大声问咱台湾，郑运鹏会不会赢？会！郑运鹏会不会赢？会！桃园会不会赢？会！一起加油好不好？好！我们谢谢，谢谢总统，谢谢副总统，各位，咱台湾民意，运鹏要当选，我们所有的议员全部要过关。18号公民权要出来投票，谢谢，谢谢，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蔡英文总统，也谢谢我们的台湾队长以及我们的赖清德副总统，过了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做郑运鹏的靠山，台湾队长告诉我们，桃园赢，台湾就赢，来恭喜现在有一个动作，有一个卫兵，我们要留下来，手机我们拿出来，把灯再点亮，我们来听桃园大进化这一首歌，留下一个美丽的画面，今天是未来五天连续拼战的开始，从中立开始到桃园全市，桃园会赢，台湾就赢，我们把手机点亮，我们来听桃园大进化，把这美丽的画面留下来，桃园会赢，台湾就赢，大家拿出手机，我们透过线上直播，让全台湾看到桃园人的骄傲，桃园人的坚信，坚信比出三号做郑运鹏的炮声，来看山东看见桃园会不会赢，桃园会不会赢？帮郑运鹏拉票好不好？郑运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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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桃园人，全台湾都在看，桃园决定台湾关键的一役，桃园胜利，要成为台湾的骄傲。今天开始，11月26号，让我们比出大大的声，做郑运鹏的靠山，让台湾队长的瞩目，让台湾队长放心。大家说可不可以？我们市长要投几号？3号。几号？3号。几号？3号。我们接下来的未来的新的郑市长。谢谢我们台上每一位辛苦的干部，一场选举，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都是一群人写下历史，我们用掌声谢谢台上每一位议员，每一位我们的重要干部，总干事王世杰，给世杰一个掌声，谢谢我们的在地的所有的干部，我们桃园队谢谢。